in LA, fun in LA. 你是否曾经望着满街的 Starbucks 感叹找不到一家有气氛的餐厅可以享用悠闲的下午茶时光呢？今天我们带大家来到了位在 Old Town Pasadena 的 Scarlet Tea Room。其实，在 Pasadena 这个地方呢，有许多下午茶餐厅的选择，而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一家呢，就是其中一家颇受好评的下午茶餐厅。Scarlet Tea Room 呢，曾经荣获三年的Pasadena 地区最佳下午茶餐厅的殊荣。今天我们选择的是 Scarlet Tea Ceremony， 也就是他们最 traditional 的下午茶选项。首先呢，你可以先在二十几种的茶叶里面选择一壶你最喜欢的茶。第一道上来的是草莓 sorbet， 这是为了先清理你的味蕾。接下来是放在三层架上面的手工自制的 scone， 还有每个人可以选择四种的下午茶三明治。再下来呢是每份两个的装在盘子里面的甜点。而最后一道呢是新鲜草莓加上自制的鲜奶油，里面每一壶茶都可以 refill， 桌上还有方形的咖啡糖可以供你选择。这家餐厅除了下午茶之外呢，还提供午餐以及晚餐，甚至在星期四到星期六的晚上还有现场 live 的爵士乐演奏。假如你想度过一个轻松悠闲的下午茶时光，或者说你是一个爵士乐的爱好者，那么你千万不可以错过这一家位在 Old Town Pasadena 的 Scarlet Tea Room。 Fun in LA, Fine in LA， 我们下次见。